这场吧，千万未知的疯狂，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，甩开了那些带着鲜花纸张的童话，你情愿风吹雨打被我去闯天涯，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那这场吧，千万未知的疯狂，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，甩开了那些带着鲜花树上的情话，你情愿风吹雨打陪我去闯天涯，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你给的微风时刻。依我看呐，应雄啊，也不是真的想让他走。来来来，咱们就坐下来聊聊，静候佳音吧。太皇太后，您真是英明啊！奴才给您捶背。这边儿是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解除婚约吗？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你偏偏又要阻止我？我只是突然想到公主割腕的那一刻，我不愿意公主你再受这种折磨了。知道我是受什么样的折磨，我的心比我的手还要痛上千倍万倍，每当看到你为怀玉担心，或者看到你为他冒险的时候，我好希望我是他。你们两个之间不时耳语，不时有眼神，充满默契。他一动，你就知道他的意思；你一出事，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安慰你。你们之间的眼神、耳语、心思、默契，能不能分我一点？能不能？英雄，我好想要进入你的内心，可是你整个人就像一道不可能打开的门，我根本进不去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为我受了这么大的苦。我原本认为，只要答应婚事，这一切全都解决。只有你用心才可能解决。可不可以答应英雄一个要求？答应你什么？留下来，不要回深井了。如果我留下来，你会改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觉得现在的吴英雄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的我看到你只想躲，但现在我可以跟你说这么多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改变的。我想如果没有怀孕，我们两个的感情应该会很顺利的进展，对吗？怀孕的存在已经是个事实，我不可能故意去避开它。
是啊，他还是会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。可是重要的是，你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他？我会尽量的试着去忘了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答应你。不要回圣经好吗？难道你还不够懂我吗？我可以因为你的一句话离开，我当然也可以因为你的一句话留下来。皇上，玉哥哥他们回来了。朱奶奶果然早逝如神。劳驾太皇太后，皇上操心，微臣罪该万死。怎么不走了？公主答应暂时留下，不回圣京了。我已经跟英雄说过了，这是暂时的，往后要看他表现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孩子啊，这人与人相处之道是要惜福惜缘，以后就不要随便耍孩子气了啊。英雄谨遵去免。娶你了，见您这丫头啊，从小就这个脾气。我知道你嘛是难以消受，可是我倒是蛮欣赏的。说真的，其实她很多地方都是遗传我。一部分呢，我指的是不好的那部分，我有很多长处她都没有遗传到，竟遗传些什么任性啊、刁蛮呐、啊，哎呀，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了。看经过今天这件事，你对他的印象一定大打折扣。不会，英雄不会对公主有成见的。你会。是，太皇太后怎么说怎么是。我听皇上说你们是奉旨成婚的，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，我当然不希望你们在完全没有感情基础下勉强成婚。那太皇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来做主，请皇上下旨，让你带着公主出宫去承德王一趟，保证你收获丰硕。哎呀，我只是叫你奉旨带公主出去玩一玩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他再凶啊，也不会在半路上把你给吃了的。就这么办。啊！你们两个这一趟出去，可得好好的用心玩一玩啊。回宫以后，我可是要验收成品的哦。微臣遵旨。好重，都是打
第一次。你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啊！何况你又是我真的这次是亏大了啦！哎呀，你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嘛！人家可是身家清白的，而且还净了身呢。净了身。人家杜大海也是好心要救你嘛，你就别再闹了。这就叫做不巧不成书吗？不巧不成书。好了，杜大海，别再逗青青了。这里的布置应该差不多了，华玉，该接云儿进宫了。嗯，我们去接云儿吧。哎，华玉，这已经派杜大海手下最机灵的太监去接他进宫，你就别忙了。可是皇上好不容易才要双要招云儿进宫，我要现在去接她。哎，华玉，等我。青莲姑娘，您小心蛇妖啊！别等我啊！哥哥，皇上，青莲姑娘也不需要那么夸张嘛啊！你呀、啊，云姑娘请。云姑娘请。参见云贵人，云贵人吉祥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不跪安呢？这位姑娘是玉哥哥请来的贵客。原来是玉哥哥的客人呢、啊、你是哪一旗的？是个格格还是什么皇亲贵族的？我只是普通老百姓。该死，既然是普通老百姓，见到本贵人更应该跪安。吉祥。啊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手打人呢？云儿快起来。怎么，皇室最重视的就是宫中礼，他以下犯上当然该打了。云儿是我的朋友，他没有进过皇宫，当然不知道宫中的礼仪了。玉格格，你把这宫里头当成大观园呐、啊？你自个儿到处乱闯就罢了，还带个平民百姓到宫里头玩，成何体统？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云儿不只是玉格格的朋友，她也是朕的朋友。我没有。云儿不只是玉格格的朋友，她也是朕的朋友，是朕特别准许云儿进宫的。怎么，你有意见吗？臣妾不敢。云儿，朕带你到宫里到处参观参观。这宫中啊，可好玩了，是不是啊，皇上？涂总管，涂总管，奴才在。带路。在。想要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我很喜欢，也很感激你为我布置的这一切。可是，这种地方，毕竟不是我这种人该来的。我还是……哎，云儿，朕已经说过了，你是朕请来的贵客，谁要再敢给你难堪的话，朕绝饶不了他。皇上说的话是圣旨，如果抗旨的话是要掉脑袋的。既然皇上都答应让你留在宫里了，你就别再担心了。可是刚才那位……啊，
你是指云贵人？说来冤枉，你那一巴掌是替华玉挨的。是啊，我跟他犯冲，他总是看我不顺眼，处处防着我，事事针对我，吃饱了撑的就爱找我麻烦。哼，你别理他，我现在有这个免死金牌，我才不怕他呢。这分明是个手镯，怎么会是免死金牌啊？这说来话长，总之啊，这是太王太后对我的恩赐，有机会啊，一定要见见太王太后，他老人家可有趣的呢。所以啊，你就安心的住下。云姑娘，我帮你把包袱收好哈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你是我家主子的贵客，也就等于是我的主子啊，别跟我客气了啦。不用了，青青姑娘，真的不用了。我不是在跟你客气，我只是不习惯让人家伺候。云儿，朕说过你现在是宫里的贵客，有什么事都有人伺候，你可得学着摆起主子的架子才行哦。杜德海，杜德海，老太在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打从一见到云儿，就像失了魂一样。奴才该死。朕叫你叫太医来，你办妥了没有？回皇上，太医们都在玉哥哥那候着呢。云儿，朕这一次要太医们好好治你的病。皇上，太医到了。皇上吉祥，玉格格吉祥。你们听好，这位姑娘是朕的贵宾，你们谁要是能治好她的哮喘病的话，重重有赏。玉格格把一个民间女子招进宫就算了，还把宫里所有的太医都叫到玉格格那替她治病。臣妾挺个肚子，要是有什么意外，连个太医也没有。哎呦，童言无忌，不许诅咒哀家的皇孙。臣妾不是要恶意的诅咒自个的孩子，而是皇上根本不在乎还未出世的阿哥。血浓于水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。你怀的是皇上的龙子，他怎么会不在乎呢？皇上是真的在乎，就不会连替臣妾安胎的太医都叫了去。难道臣妾肚子里的龙种还比不上一个民女吗？哎，别哭别哭，这孕妇哭多了伤眼睛的啊，哭瞎了最好。这样子我就可以对皇上的冷漠视而不见，这也是一种福气。又胡说了。姑妈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先起来。我不要，姑妈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啊摆明了是玉格格不对，就算你不求哀家，哀家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谢谢姑妈。这往南边去呢，是公主的锦绣宫。公主生性爱热闹，所以常在宫中摆什么晚宴什么的。不过最近好一阵没办了，因为公主就要成亲了，有额驸爷陪着，这公主也就不会不甘寂寞了。请问那是什么地方？哦，那儿啊是太后住的慈宁宫，您没事千万别去那儿啊。你也知道玉格格这个性，她的脾气啊就像小胡同里赶猪啊，这是直来直往啊。所以说虽然她和太后同住的一个宫里，但是他们两个可是两条路上跑的车，不一路的。您没事最好啊，能闪多远就闪多远。云儿姑娘，您听见咱家的话了吗？
有，我想请问涂总管，皇上平常都去哪儿？皇上去的地方可多了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有的时候还会去交代殿、寿皇殿、养心殿。不是，我是说皇上平常最常去哪儿？当然是乾清宫了。乾清宫？是啊。乾清宫在哪儿啊？就在那儿。不过颖儿姑娘，你要去乾清宫，那路上是布满了保护皇上的孝骑迎宾啊。你要进去的话，非得有人带你进去不可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这皇宫内院可不比父亲王府啊。你没事啊，最好带到玉格格那儿比较妥当哦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像什么啊？玉儿姑娘，你让我想起了位故人呢。是吗？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呼伦将军的？果然认识，对不对？果然认识。不认识。云儿身份卑微，怎么会认识什么大将军呢？说的也是啊。不过云儿姑娘，你长得跟咱家印象中的呼伦夫人实在是太像了，真是巧啊。什么事儿？是我们家哥哥，他说带去寿宫玩了。那老奶奶啊，简直是有通天的本领，才一天的时间就把我啊、皇上啊、公主还有额驸的关系全部都搞清楚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就连公主啊去额驸吵架，公主吵着回圣经啊。哎呀，让我说，公主啊不但要回圣经，还说要和吴大哥解除婚约。幸好有祖奶奶从中调解，才让公主和吴大哥这个欢喜冤家和好如初。吴大哥，哎呀，就是准额驸啦。哦。华玉叩见太后。太后吉祥。要起来吧。谢太后。这一位想必就是玉格格的贵客了。是啊，她叫云儿。嗯，孝传好了，不用住在怀玉阁，让全宫的太医来伺候您了，可以到处乱跑了。太医已经帮云儿开好了药方，一日服三回，哀家再问他的话，聋了，哑了。句句话要你替他回答。太后如果教训完了，好，怀玉想听你一寿元。慢着，这些年来太皇太后在一寿元颐养天年，就连皇上都难得见他一面，你倒好，三天两头的往里头跑，还带着他老人家去放风筝。要是太皇太后有个什么闪失，这可不是你还有你们父亲王府可以担待得了的。谢谢太后提点，怀玉知道了。慢着，太皇太后何等尊贵，岂容民间女子进出一寿园。云儿是我的朋友，我想带她去见祖奶奶。你别忘了，你自己是个客人，既然在宫中做客，就该遵守宫中的礼仪。你可别喧宾夺主，把自己当成主人了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但是我和云儿也是皇上的客人，
皇上如果没有赶我走，你也休想放肆。我没有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但是我和云儿也是皇上的客人，皇上如果没有赶我走，你也休想放肆。别以为你手上戴着太皇太后赏赐的镯子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把哀家放在眼里。哀家现在就可以将你逐出宫去。老奴给太后胤贵人请安了。苏嬷嬷请请。谢太后。太皇太后宣玉格格还有玉格格的朋友一起觐见。苏嬷嬷，这丫头目无王法。是太皇太后自有主张。三位姑娘请。怀玉告退。幸好你派嬷嬷出去帮我解围，不然太后可要排油给我吃了。还有，这是我的朋友云儿。云儿见过太皇太后。吴奶奶，你在生气啊？是谁这么大胆的惹你生气？告诉我，我把你狠狠的扁他一顿。苏喇嘛姑，就是个老冤家，惹我这老太婆不高兴。不是要帮我扁他吗？快动手啊！哎呀，这拳头是向外的嘛，苏喇嘛姑要不是外人，我怎么能够打他呢？你居然和他一起惹我生气啊！早知道你那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让你在这儿闭麦。哎呀，祖奶奶，你大人大量，你就不要跟怀孕一般见识吗？待会儿我陪你去放风筝。好好。叫我那乖孙子一块去。要放风筝也得先用过膳呢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扫兴嘛，人家要带我去放风筝，你就偏要我吃饭。不吃不吃，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。搞了半天，祖奶奶是为了这顿饭生气啊？怀玉啊，你来评评理嘛。他们这些人啊，简直就把我当成大年初一祭祖的那只大猪羔，一天三餐外带宵夜，餐餐都是大鱼大肉，吃的我老太婆啊，嘴也歪了，牙也疼了。最惨的是我那五脏庙消化不良，成天放屁。是我说的。老奴已经交代御膳房尽量选清淡的食物做给您吃，您还是不肯好好吃饭，万一您饿病了，您叫老奴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哎呀，你自己看看嘛，这一桌子大鱼大肉，这叫清淡呢。我看那些御厨啊，早都昏头了。您要真嫌御膳房做的菜色不好，您就开个菜室，让老奴交代他们去为您准备啊。我只会吃啊，我哪会想什么菜式啊？太皇太后想要换换口味。云儿可以做出一道家乡风味的面食，让太皇太后尝尝。小丫头，你行吗？云儿，这什么面呢？太皇太后平日在宫中，想必都尝遍了各种山珍海味。再加上御厨的巧手烹调，对于这样不起眼的面一定没有信心。不过重看的不一定好吃，不重看的说不定能让您食指大动哦。云
你说的头头是道，我可是要亲口尝尝。好吃嘛就有赏，万一不好吃呢？如果太皇太后觉得不好吃，女儿甘愿受罚。好好好，难怪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，原来你们两个人啊都背了我的胃了。主子，你就快趁热吃了吧。好，让我来试试啊。柔而不腻，香中带辣。这汁里面不但有肉丁，还有青葱的香味儿，吃了以后口齿留香，好吃好吃，我喜欢吃啊。哇，多么好喝啊。小心太烫。平儿，你刚才煮的那碗面叫什么面来着？回太皇太后的话叫臊子面。臊子面，这名字倒蛮有趣的啊！以后啊，你就每天来煮一碗臊子面给我吃。是，虽然云儿愿意天天上这来煮臊子面给祖奶奶吃，可是她是我的客人，只怕我们一出这一寿园，她就会被赶出宫去。她现在也是我的客人啊，还是我的御用大厨呢。谁要是赶她出宫啊，就是跟我这老太婆过不去。话是不错啊，可是口说无凭，要是有人存心为难我们，我们也不敢不顺从。苏喇嘛姑，老奴在。传懿旨，就说云儿啊，现在是我的客人，谁也不许为难她。老奴遵旨。谢谢祖奶奶。在皇宫里，我一定要手刃康熙，血祭呼伦一家31口性命。你说那个太皇太后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她因为偏袒了玉哥哥就算了，还把一个民间女子啊招进宫，也是徇私偏袒。她是云儿，这话关了门说说也就算了，出了慈宁宫不许乱说。我知道，我哪敢乱说呢？我现在身份啊被越贬得越低，说的话呢也越来越不中听。我看。就算我当了皇后，也是个没有声音的怨妇。你的心情哀家了解，可是她毕竟是太皇太后，哀家也得让她三分。她要留住云儿，哀家能不答应吗？那姑妈，你总得想个法子啊。玉哥老是仗着太皇太后替他撑腰，下回要是把那些什么卖鱼卖肉的都招进宫里头来玩，那怎么皇宫岂不成了菜市场？他休想！他第一个不答应。您不答应也没法子。
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模糊，在这微风时刻。姑妈，刚刚我一时口快，您别生气啊。哀家这个太后做的真是窝囊。云儿，你的主意多，你倒是替哀家想想，有个什么法子能够制住傅怀玉。姑妈真的放心，让韵儿出主意。你现在是哀家最相信的人，什么事儿你全权做主吧。多谢姑妈。皇上平常最常去哪？当然是乾清宫了。乾清宫？是啊。乾清宫在哪儿啊？就在哪儿。不过莹儿姑娘，你要去乾清宫，那路上是布满了保护皇上的校级兵丁啊。你要进去的话，非得有人带你进去不可啊。云儿，云儿，参见安贝勒爷。快，美女，你何时进宫的？为什么没有事先让我知道？是玉哥哥跟皇上的好意让我进宫治病的，因为我走了匆忙，又不敢托人上你家报信，所以你别生我的气好吗？要我不生气也可以。你现在就去跟皇上说你要离宫。我不是说过我是进宫治病的？以我陈家的财富和地位，你一样可以找到好的大夫替你诊治啊。走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向皇上禀明。你不愿意离宫，为什么？是你贪恋这宫中的荣华富贵？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，没什么值得我贪恋。不是荣华富贵，那就是皇上的温柔多情。承安，一定是皇上是九五之尊，人中之龙，只要是女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成为皇上的女人。我大姐就是，傅怀玉也是。原来我在你心中只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，一心想攀龙附凤的世俗女子。就是因为我认为你清新脱俗，所以才会要你跟我离宫，做我陈安的妻子。陈安，云儿，答应我，跟我走，跟我相爱一辈子。我不能，我真的不能。我不懂，你口口声声说不会贪恋这里的一切，为什么又不肯跟我走？有些事情我实在很难跟你解释清楚，可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陈安，你等我，等我，等我处理一些事情，处理完了，我自然会出宫去找你的。我等不了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大姐，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解释清楚的？该不是想揭发陈安偷盗玉玺的事吧？你知道宫中失宝姿势体大，你也知道先皇玉玺为陈安所盗，所以你就找机会进皇宫来，好在皇上面前揭发陈安，让皇上对你另眼相看，青睐有加。等日子久了，皇上就会对你动以真情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成为皇上的入幕之宾了。你自己虎视眈眈的想要当康熙的皇后，别以为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跟你一样喜欢玩抢位子的游戏。
你刚刚不是也在怀疑他留在宫中的动机吗？怎么了？在我面前下不了台，就干脆睁着眼说瞎话，非要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安迪，你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呢？是，我是曾经怀疑过云儿，可是云儿说服了我，她让我相信她对我的感情忠贞不二。二马说的没错，你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你一定要等这个巧舌如簧心怀不轨的丫头把你给卖了，才会相信由始至终他乱欺骗你的感情。不，我对陈安的感情是真的。你的眼泪骗得了陈安，骗不了我。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我比你会玩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的话？云儿，感情是我们的事，用不着他相信。不是一直怀疑我会说出陈安偷盗玉玺的事，我有办法让这件事能和平解决。你有办法？我没有埋怨，蹉跎的只是一些时间。你不是一直怀疑我会说出陈安偷盗玉玺的事？我有办法让这件事能和平解决。你有办法？你把玉玺交给我，我帮陈安送回藏宝阁。云儿，陈安，只要失物找回，我想皇上就不会追究偷盗者是谁，这样对陈父两家都好。好啊，大姐，云儿她不会武功，藏宝阁守卫森严，你让她怎么把玉玺放回藏宝阁？陈安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你身涉险地。这是唯一可以证明我不会出卖你的方法。我要你、阿玛和云贵人都可以亲眼看到我对你的感情。云儿，好了好了，既然你这么有心要帮陈安，那么我云贵人就成全你。你不要管我大姐和阿玛是怎么看待你的，我们现在就出宫去。哎，陈安，你把东西给我。云儿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出了宫就往南边走，从此以后我们只是一对平凡的夫妻，宫中和诚心王府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快把东西给我，赶快离开。你要小心。
这云儿姑娘怎么会跟陈安扯到一块儿来？过后的蓝天，阳光有些腼腆，细读你心上温暖的字眼，才发现多年来为你流的眼泪未干。闻所言，时间仿佛一张书签，就夹在你我分开那一天，而后来故事的演变会怎么演变，你我就这样埋葬到这一天。泪已流满脸，阳光都闻到爱的弧线，我闭上双眼，心疼幸福的初衷。